细泽大人，艾兰惹殿下应该就在前面了。等等，细泽大人，这是特地为殿下采的花朵吗？可惜不如月令花，不过也能勉强凑数了。沈烟，你对我非要摆出这副冷面孔吗？我本就如此。你不必如此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两个人都那么骄傲的话，结局可能也只是错过吧。为何这么不小心？水是凉的，你中计了。你，沈烟，我一直都在等你说一句话，你难道到现在了都不说吗？你想听什么？你说呢？是，你帮我救下菊诺，让我入府之前，我忘记感谢你了。不是这句。那是什么？沈烟，说出这句话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吗？我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喜欢你，一直都非常喜欢你。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殿下，你说笑了。沈烟，现在此处又没有其他人，我为何还要隐瞒我自己的真心呢？我知道，我们虽都各自有了婚约，但是我不能骗我自己的心啊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沈烟，安兰惹今日前来并不是为了送菊诺，而是要听你说一句实话。你只要说一句你心里没有我，那从今往后我便不会再纠缠，不会再痛苦，不会再与你有任何瓜葛。安兰惹，我爱你，从今以后都不要再走。细泽大人对殿下可真是用心。是吗？嗯，我以前太辜负他了。真是替阿兰惹不值，他到死都没有听到这句话。你明知道我不是阿兰惹，可曾经阿兰惹对你那么好，那么爱你，你却从来没有承认过爱他。沈烟，你对不起阿兰惹。你不是阿兰惹，你到底是谁？查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殿下，西泽大人可什么都看见了。
难不成是真吃醋了？怎么还下雨了呢？真是替阿兰惹不值，他直到死都没有听到这句话。你明知道我不是阿兰惹，可曾经阿兰惹对你那么好，那么爱你，你却从来没有承认过爱他。沈夜，你对不起阿兰惹。